网友提问：我喜欢一个女生很久，今年刚刚追到手，可是她要考研究生了，我只是初中毕业，感觉我们的差距好大，可是现在我们很相爱，请问我们以后适合在一起生活吗？要保持爱情的力量很伟大，但准确的来说是热恋时期的爱情力量很伟大，但一旦步入生活，很多琐碎和现实它都会在生活的各个细节当中去印证你们之间的差距。也许会有那种有巨大差距的情侣最后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是跨越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并且他们的这种爱情更像是一种挑战命运的使命。为了证明爱情不需要门当户对，但失去了生活原有的快乐和轻松，但那毕竟是少部分。你认为你是那少部分吗？你认为这样做值得吗？